这挺大的。啊，还可以吧。这个是我们研发的那个自取微根机。哦，自走微根机。啊，这是我们业余专利。哦，你等于是在这一块做的。就在这个基础上，一步一步把它改动。哦，以前是这个小的，等于是不是？啊，以前的是刚才看到那一种。啊。中间的我们改成一种自走的，还轻快一点吧。哦。现在这边有搞这个履带的。哦。我们搞的都是系列产品。哦。一代一代的，一步一步的改造。好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吧。嗯。这一天能够装多少啊？台？一天100多台吧。100多台。啊。全部能卖出去吗？不够卖了那你一年可以有多大产量？一年3万多台吧。3万多台，那我算了一下，2000块钱一台，那有6000多万。差不多。6000多万。哇，就是利润小一点。啊，利润3000多万差不多吧。量大是吧？多量。哦。哦，挺好的，那你跟我们一块去吧。好。这是烧柴油啊？柴油的。耗不耗油啊？耗油很低。耗油很低啊。我来摇吧。第一次见这个笼子还挺好玩的，上上下下的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看。哦，要停一下。哦，好。遥控，自动遥控，看到没有？哦。好，不错，厉害。现在等于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你这个发明的这个东西是吧？不知道的多吧？啊，像你那样的机器一天要卖多少台啊？一天是100多台，100多台、啊，大大小小的，一天100多台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哦，自动卸下来。送走，这有多重啊？不到一吨。不到一吨。啊！哎，这有点漏油了，水是吧？啊，这没关系吧？啊，哦，还不错，挺好。对，要倒下来，可能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停一下，停一下。然后这怎么了？